是，集合！报告，宪兵队松本将城市警备队移交给野岛大佐待命。 他们的武器呢？我是怕松本君，请你记住，他们是我们的朋友。中国有句古话：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把武器发给他们。 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将军，赵州警卫队一排排长张永富。我把你们从鬼谷司令官那里调到这荒山野岭，你们愿意吗？服从命令。 是军人的天职。知道来这里的任务吗？属下上午接到出发的通知，其他的一概不知道。好，那我现在告诉你们，那里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事重地。 是大日本帝国的命脉，也是天皇的眼珠。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好那里的一切，不要让任何人进入，甚至包括你们。不要擅自打听，私自擅入，擅入者格杀勿论。 这是军令，军令如山，懂吗？懂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每一个人都不能离开这里半步。不过我相信，你们也走不出这里。松本君，我要的物资什么时候能到？鬼谷司令说。 他被亲自押运，你辛苦了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这也太快了。雪啊，原来我就想，哎，等我姑娘出嫁的时候，我在这白府楼，哎，风风火火的给她摆上几桌。我没别的本事，就会炒个菜。哼，这下可好。 用不上了，白叫一回叶大勺了。老爷，这事儿呢，你也别太发愁。眼下呀，就是让小琴平平安安把这孩子生下来。这山里面条件太艰苦，小琴去了遭罪。是啊。你说这他妈活着该多好，他就管了。实际我不图一别的，我就图一孙志平对我姑娘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明白。 去给小琴买东西去了。我的英雄是甘当，这些年你做的非常的不错，我会向总部请旨，为你嘉奖的。
大佐，多谢您的栽培。你在赵州均服了这么多年，现在是到了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时候了。大佐，我时时刻刻等待这个时候。 有什么事说吧，大佐，我有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。慢些，慢些，别挡大佐。什么？在虎头岭发现独立营营地，你的消息可靠吗？消息非常可靠，我的人已经埋伏了很久了，对虎头岭的了解。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我想你应该很清楚。你放心吧，叶大佐。集结精锐部队，剿灭虎头岭独立营营地。嗨，司令官阁下，什么时候出发？1个小时以后出发。传我的命令，一个人都不许离开营地。马科长，阁下，这抗联又在虎头岭出现了。 咱们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再者说了，我听说虎头岭是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啊，情报准确吗？不要再废话了，下去准备吧。嗨嗨。行。 亲戚，今天要回去，这不给他买点土特产。钱翻译，你不知道今天有行动吗？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。哎，我的错，我给忘了。司令官，东西我就不送了，我把它放到值班室，让他们来取。那天嫂，我们一起走。孙露帮你送一下东西，谁还没点私事啊？那。
辛苦了，司令官，钱上的东西放在柜台，他们会转交的，没问题。，上山告诉江营长，虎头岭危险，鬼子要进宫了，让他们马上撤离。那，师傅，钱凡一不是狗汉天，别瞎打听，赶紧去，骑着马走小路。那。这开封可是大事儿，怎么能随随便便敲门声就给办了呢？怎么也得热闹热闹啊！小凤姐，这荒山野地儿咋热闹啊？荒山野地咋了？老姨，就带咱亲妹子成亲，好好给张罗张罗啊！没问题，老姨到时候啊给你们做点好吃的。老姨，谢谢老姨，多叫点喜字，这贴满了。没问题。晚上闹洞房。这说闹洞房规矩可多了，好好准备啊。好嘞，你看行吗？你说行就行。行，那明天咱就这么办。得嘞，咱们啊，进屋合计合计去。哎，走。哎，队长，我跟着。把那鼻涕给擦了，看来孩子冻的，来人了，喝点热水。来，你坐下坐下。虎头岭已暴露，敌欲进攻，火速撤离。光奎，哎，通知所有人马上转移。好，先往大清岭撤。是。
这小东西啊，还跟我亲。哎，咱们这儿去哪儿啊？老姨说我们转移到大清岭去了。啊？啥？大清岭子？你去那儿干嘛去啊？这是营长的命令。营长？不是，咱在虎头岭不是还挺好的吗？亏你还是个独立营战士呢。军人的天职是什么？服从，不懂啊？查查，真命还没用，您忘了。 应聘的时候，关贵，哎，通知队伍快速转移。好，快跟着。这娘的，雪儿，俺们在晚这一会儿将小鬼子包饺了。可惜了，真是好事多磨呀。什么可惜啊？哦，我说咱俩，明天大伙不要给咱们举办婚礼吗？没有事儿。 到大清井照上呗，照，这还有多远呢？远着呢。哎，你家小白脸呢？ 志平，志平，志平，你在哪儿啊？哎，这儿呢。哎，哎呀，你干啥去了呀？我刚才解个手。哎呀，你别乱跑，多危险啊！太着急了，快走吧，别掉队了啊！哎，苦力，苦力。 大清顶子，出发！嗨，向后转，走，出发。俺们这叫啥？大难不死的必有后福。大清顶是地拐物的，就老猎人搁里走，他也懵，你知道吧？小鬼子累着，他也找不到咱们。我啥意思呢？我闲着不也闲着吗？ 你俩呀，就把这喜事给他办了，啊，在这儿啊？嗯呢，你呀，找那个营长说道说道，让他呀给你念叨两句，当个证人。你俩呢，这互相那个祝福一下，什么白头偕老啊，百年好合呀，是不是？
这不这啊，咱们呢，大家伙这凑个热闹，这这不成了。我看行，办个喜事儿，咱们呢冲着晦气。嗯，就行吗？行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过来，过来，江营长，哎，二丫头，我跟你说啊，刚才呢，老疙瘩提了个好建议，哎，让志平啊和小青俩，哎，把婚事给办了，你们看看啥意思，江营长？ 行不？热闹热闹。大奎，郝洋炮，哎，你和关奎啊，到后山去放哨去，啊，有啥风吹草动的就赶紧回来报个信儿。好嘞。营长，营长，我跟小晴呢，今天就想在这个荒郊野岭里头把这婚给结了。 然后呢，我们俩也算是革命夫妻了，想请您讲两句。行。不是，你们先别鼓掌，你大伙都说说这是啥意思啊？我们赞成，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我看就成全他们吧。跟着起哄呢，先坐。 那行了，这大伙呢，既然都想热闹热闹，我呢，也就别扫大伙的兴了啊。说几句。好。爱哭，爱哭，爱哭，爱哭。报告司令，重炮实在是拖不动了，会影响我们的行军速度，你看怎么办？ 刘队长，命令部队全速前进！哎，放弃重炮，全速直进！我跟小琴呢，是在战斗中结下了友谊，产生了爱情。啥叫爱情啊？跟你没事儿，真是你懂什么爱情？对，我继续说啊。 我呢，向我的战友们保证，今后一定要对小琴好，多杀鬼子，多立功啊！谢谢大家。<笑>好，好，孙祥子，你也说说吧。说两句。说我也不会说啥呀。那我给大伙唱个歌吧。哎，好，唱个。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我的家。 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我的同胞，还有那衰老的爹娘，就一把。 蒙上来了，快点报告！
往哪里跑？司令官这回亲自出马，一定能够马到成功。给我狠狠的打！小飞，咋回事？发现路鬼子追上来了。准备战斗！小哥，老易、二叔，你们俩带着小新和小孙前撤。 连山兄弟，你们俩断后，保护好月明。是，撤撤撤，快点撤！王贵，拱上。是。屁股没坐热呢，真让他撵了，行吗？嗯。老高子，搀着那老姨点。哎，行了，小伙，我没事，你管管你自己吧。行了，这对了不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赶紧走。小家伙交给你，给我保护好啊。 你不能走，你要死了，你让得消停啊！哎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怕这两鬼子逮着了，没人救我。打回头草叶，走。 起来！哎。
我那枪成烧火棍了，我天！那是，你以为这是啥？这是炮。多高呢？多高？来来，好了没有？好看，好，准备，来。分成两路，向大炮阵地进攻，给我冲！我谢罪，司令官阁下，这里是江雪原的地盘，我们对地形又不太熟悉。常言道，战场无定时，小小的失利在所难免。我看不如回去休整一下，再度围剿独立营。是啊，司令官，我们弄不清江雪原的兵力，天有这么黑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会吃大亏的。全体撤退！三股撤退！都跟紧点！哥，哎，江大哥，哥，小孙负伤了。啊，不孙，伤的咋样了？营长，没事。一定要找伤不爱的蓝炮，在附近屯子给他们找个地方，把他们安顿下来。完了，警察，警察，回来了。胜利呢？胜利，胜利的牺牲了，胜利的牺牲了。这次围剿江雪原独立营的失利，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耻辱。这次的情报没有问题，问题出在我们的行动中。鬼谷大佐，你在行动中甩弃了重炮，江雪原就抓住了你这个失误，创造了突围的机会。大佐阁下，我也是为了快速出击，不给敌人留下喘息的机会。鬼谷大佐，你这是向我解释你在赵州的战绩吗？嗯。警察分驻所被砸，军火库被炸，国际要犯神秘消失，玉佛被抢，还要我再说下去吗？你管理下的赵州城是个什么样的局面？我想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
要不是总部长官念在你过去战绩的情分上，你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下场？我想你也应该很清楚。家族阁下对赵州的情况了如指掌的。据情报，在虎头岭发现了用日语留下的大秦顶子的记号。大佐阁下，难道独立营有我们的内线吗？给你知道的时候，我自然会让你知道。以你现在这样野蛮鲁莽的作风，就是有100个线人，也都会被你牵累出来。属下无能，请大佐问责。眼下的形势非常的严峻。据我所知，江雪原的独立营在赵州有秘密的联络据点。那我们就立即清剿他。清剿一个联络据点有什么用呢？那只会打草惊蛇。记住，我们的行动绝不能够轻举妄动，要么按兵不动，坐观其变，要么重拳出击，致命的打击。嗨，这村子是什么村子？喇嘛地。喇嘛地，行吧，就是喇嘛地养伤去吧。我说，孙儿啊，到了喇嘛地住下来，安心养伤啊。不是，我的伤没事儿，我还能打鬼子。打鬼子，打鬼子，把伤养好了再去打鬼子。哎，我叫小琴陪着你。不是，我没事，我真行。志平，你就别硬撑了啊，先把伤养好。啊，不是，我不能离开独立营啊！哎，行了，我都说了，伤养好了之后再上独立营，我来接你行吧？小子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知道不？谁叫你受伤了呢？下，下。
行，南东，去南东，别搁这磕了。这个正好，别虚了，别折了啊，放边上，放边上啊。这个有了，这个，哎呀，还带点啥呢？哎，行了，还把家搬去咋的？不是家搬的，你这好不容易去一趟，能多带多带点呗。对了，你去上那个什么，下午把那布拿来。那给那个什么小孩做个衣服啊，整个戒指什么的，能用上，啊？哎，哎，你太快了吧！这快不快的？让你去你就去呗，你话怎么这么多呢？这孩子，快去！一条没人能回来的路，义无反顾，不怕辛苦。一场不论公平的战役，为理想杀敌。眼看战火烧四方，壮眼眶，遍体鳞伤，绝不投降。战役为理想杀敌，满天下着黑的雪，天地间满目疮痍，无人看见。春天。